我的帐篷里面全是水。怎么不走317啊？走311。看看房间怎么样？还不错呀。120呢，我出来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没睡过120的呀。这车里41度，跟我帐篷一样。开门啊！这冒菜不就是麻辣烫吗？臭臭的。啊，祥姐，今天给带来了好天气啊，出太阳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开着一辆二手125小摩托，准备进西藏、去新疆，然后去内蒙，然后东北环游中国半圈的巡牧啊。今天早上起来，脱祥姐的红福啊，太阳出来了，好舒服。我的帐篷里面全是水，还得需要晾一晾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这睡袋的袋儿找不着了。我的私人秘书正在帮我刷碗。终于找到放睡袋的袋子了。老年痴呆原来如此可怕呀！把这个油倒一下，因为这种瓶子吧，这个盖儿吧特别容易漏，能不能给它换个盖儿？要是能换个盖也行啊，好像不行。厕所这两天停水了，哎，这水是前天打的。吃饭了，过来拿。哎，哇，丰盛啊！还有吗？咖啡，还有咖啡。你想喝哪个？你就选哪个。还有来自太原的特产太古饼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可以可以。太原的粉丝送的。感觉拿不出来了，看，嗯，月饼、烧饼，这有点像。这不是111的凳子吗？对呀。吃哪个我都不知道吃哪个了，太多了，太丰盛了。这早上起来整一个大牛排，还有大香肠，哇，太硬了啊！一下我的生活的水平提高了，哎，平时在家的时候也不吃这些啊。这个最近出来吃素的吃的有点多了，突然吃吧，感觉还不错。大黄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呀，移动电源30斤，哇！8天的房子，今天终于要拆了。干点小活，这一大早上起来，这都几点？俩小时了。我们俩还没收拾完呢。把这根倒车影像的线从里边拿到外边来了，因为祥姐要把这个油桶放进去，正好有这根线在里头吧，它就放不进去。看看我这两天睡觉的地方，全湿了下边。我天呀！啊，哦，还有这么多虫子。哇，好湿啊！我今天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放东西的地方，就是跟这儿用一根绑带绷上就行了。终于收拾好了，今天收拾了3个小时。今天这个车有点东西比较多，因为加了一个1厘米厚的这个防潮垫，所以特别大。现在呢就要出发了，奔成都方向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希望能在路上遇见好玩的事情吧。露营地已经收拾干净了，还是那个原则，来什么样走的时候还什么样。哎呀，对了对了，忘了给这个地方起一个名字了，熊猫驿站，然后油菜花是吧，又叫
熊猫夜盼香花楼，怎么样？熊猫夜盼香花楼，告告告！那让我先走，我们一天肯定到不了成都，所以要多等两天，至少也走两天吧。哦，今天我感觉我的车好重啊，可能是因为好几天没开的原因吧。刚过完隧道，我突然想起来我得取快递。取快递去，你按照那个导航走，你让前面等着我去，我取快递的地方也是这么走啊，别在这儿等着我。两个人就是比较麻烦一些，都得互相关照着。哦，到了取快递的地方了，两个小快递，但是有一个是非常重要，就是我运动相机的屏啊，运动相机的屏，就这个，之前给我发错货了，差点又丢了。这是一根数据线，没啥意思。买一个饮料放油用。我是左转了，你是直行了是吗？小姐在等我的时候，看见旁边有一个修理厂，她就过去问了问，没想到这个地方人家说可以修她这个车，于是我们过来看一看，问一问有没有配件，然后等一会儿。把我的膜贴了。我的车就放在这儿了，明天那个配件才能到，所以我跟祥姐商量商量，还是今天先去那个去找一个酒店吧，去找一酒店，正好她也一个多月没洗澡了，我也得有一个多星期俩星期没洗了，洗洗澡，洗洗衣服，啊，修整修整，然后开一辆车就行了。找一个便宜的酒店，100块钱以内吧。拿你的脏衣服、嗯、318。怎么不走317啊？走318。这拍啥呀？你拍啥呀？瞎拍呗。我不会拍，我就瞎拍呀、啊。走走走，318，看看房间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啊，整两张大床，还有个阳台。120呢，我出来这么长时间，我也没睡过120的呀。哇、哦，卫生间，这果然跟30-40的不一样啊。还有个游泳池，哇，这还有一个寺庙呢。哇，拿了半天东西，这个家伙还把洗衣粉最重要的洗衣粉给忘了，又得跑一趟。这不是白糖吗？别吓唬我！没拿盆。忘了拿盆了又。这车里41度，跟我帐篷一样。找盆。哦，好像是这个吧。啊、哦，对，就是他。开门啊！要洗的衣服太多了，这还没洗呢，怎么就这色儿啊？这衣服掉色啊，
一定是衣服掉色了。哎呀，这裤子怎么这么掉色呀？这裤子。旅行一定要带这么一根绳子，洗个衣服、晾个衣服、挂个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不要再说我带的东西多了啊，带的东西多自然有它方便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自己的衣服全洗完了，现在想姐也开始洗了。冒菜，我这就叫冒菜，没吃过，没吃过噶，啊，第一次吃冒菜，哦，要了点，这是炸的吃。你是臭豆腐吗？哎呀，挺快呀！这是你的吗？这冒菜不就是麻辣烫吗？哇！咱们应该冒大肘子，冒猪蹄儿。嗯，不错，我这个没有金针菇啊。那不知道了。本以为四川的菜都特别辣呢，实际这两天吃的一点都不辣。哇塞，先来个臭豆腐，臭臭的。嗯，超级喜欢吃臭豆腐。